胖胖虎，贝贝跟嗨，朋友们，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。如果你生病了，我们会让你恢复健康。哦。吓到我了，我看到好多朋友的骨头都断了，我们立刻开始治疗吧。第一位病人长颈鹿请进。你哪里受伤了，请告诉我。我打架的时候弄伤了脖子。我的脖子。看起来你的脖子真的受伤了。痛啊痛，我举不起脖子了。不要勉强抬起来，我来快速检查一下。朋友们，准备好和我一起治疗病人了吗？哦，好痛。我觉得你的骨头受伤了，我们来照个 X 光吧。好的，一起数到三。一、二、三。哎呀，脖子的骨头断了，都乱了。要我们把脖子的骨头接回去吧。仔细检查大小和颜色，把它们接回去。耶！真棒！啊，上错了。哎呦，我的脖子。哎呀，对不起。专心点，专心点，先放大的那块。好的，然后是最后一块骨头。哇哦，脖子骨头接好了，你做的太棒了。现在来帮你的脖子包扎，让它能够愈合。哪种图案比较好呢？好吧，一条彩虹色的绷带。哦，治疗完成，彩虹绷带，好酷的长颈鹿啊！哦，长颈鹿，嘟噜噜嘟噜大脖子，嘟噜噜嘟噜恢复啦，嘟噜噜嘟噜治疗完成。我真的很喜欢这条彩虹绷带，谢谢你。我很高兴你喜欢长颈鹿。哎呦！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我飞不起来，翅膀好痛。哦，我的翅膀！你翅膀的骨头可能受伤了。我的翅膀在颤抖，真的好痛。医生，我还能再飞起来吗？别担心，我会帮助你再次飞翔的。我需要照一张 X 光片，来检查你的骨头是否断了。一、二、三。你翅膀的骨头已经用坏了，我想你可能需要动手术。手术后我还能飞吗？当然，我会帮你修好的。我要先让你睡着，这样动手术的时候就不会痛了。首先，我们要剃掉羽毛，这样我才能看清楚骨头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一起找找要放在翅膀这里的骨头。
个，进不去呢。试试更小一点的。这个太小了。哇，是跳蛇！哇哈，就是它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再把它缝起来。从上到下连接相同的数字，伤口缝合完成。最后，让我们把羽毛放进去，这样伤口就看不出来了。完美，肩膀手术成功了。的翅膀，嘟噜噜嘟噜在飞翔，嘟噜噜嘟噜手术完成。哇，我可以继续飞了！非常感谢大家。每天都要健健康康的哟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我在大理石撞到了石头。看起来是你的腿断了。摇晃摇晃，我的腿在发抖。我这只暴龙在打猎时摔倒了，好丢脸啊。哦，没事的，每个人都会犯错的，不要担心，我会快速帮你治疗。我要照一张 X 光片了。好的，准备喽。没错，你的腿骨断了，让我们把断裂的骨头们拼回去。哇，很痛吗？请坚持住。完成了。为了让骨头愈合，我会用石膏来固定你的腿。绕圈圈，包裹绷带，完成了。最后，我帮你挑了一些拐杖。你喜欢什么颜色？蓝色，我想要一个漂亮的蓝色，就像我的花纹一样。蓝色最适合我了。暴龙的嘟噜噜嘟噜腿断了，嘟噜噜嘟噜正在愈合，嘟噜噜嘟噜治疗完成。谢谢你，你真的是最棒的。谢谢你。我很高兴大家的治疗都顺利完成了，祝大家一路平安。太感谢你了。朋友们，今天跟你们一起治疗病人真是太开心了，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嗨，朋友们，使用拼缝 Plus 一起享用各种游戏活动吧，立即免费体验咯。